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……你笑什么呀？你会唱啊？谁不会啊？这不就是昨天电影里边的那首歌吗？哦，我说我今天满脑子都是这个调调。看到邓超在美国奋斗那段，还真的挺感动的。想起当初从老家出来，真的是不管不顾的。但是现在想起他们，还是觉得挺亏欠的。嗨，在这儿挣够了钱，回家以后慢慢还呗。你觉得澳门这种地方，多少才是个够？挣到你自己觉得够了，那就是够了。找你定台，我就准能赢。你太忘我了，阿梅。我都忘，都忘，都忘。给，都忘。哎，我们现在啊，就去找家 KTV 去庆祝，然后就去那个火发兹好一些。哎，对了，给你们姐妹打电话，让他们都来。今儿要给爷坐满，坐满。好，走，我们去庆祝。走。吃什么都行，哎，阿梅啊，你也去啊，你也去，走走走走。继续玩。哎，你怎么不去喝呀？你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喜欢。阿美，我是真觉得你特别旺我。哎，这样，咱玩一把真感情，怎么样？十万。跟我走，好不好？
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没问题吗？这边这个，哎。就正好看这几个球放在一起。这个挂这边是吧？啊。哎。OK OK。哎，等着人了，等着人了。没事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来，再给我一个。这只有一个球。没问题，可以。哎哎，挂这边吧。可以。挂这边。哎，我觉得真好看。好。那还有数吗？啊。好，这边，这边需要捋一下是吧？快，新片儿。最近风声特别紧，好不容易搞到这批货。别看了嘛！哎呀，别闹啊！明天陪我去电影院一起看好不好？你听说过哪个杀猪匠去其他地方卖猪肉吗？可是明天是平安夜呀，我们一起过节呀！哎呀，那都是洋人过的节。跟咱们没关系啊！看个电影怎么就洋人了？你爱不爱我？就我爱你这种事儿，不能经常挂在嘴巴上说。可是我想听啊。这爱不爱的，自个儿心里清楚就行了。非要说那么明白干嘛呀？你们女人怎么都这样啊？行，不说邋遢。肚子饿不饿？我给你煮荷包蛋。哎，干嘛突然那么好啊？因为我爱你呗。
吃了荷包蛋就当答应我了。什么呀？明天去看电影啊。老婆，你快点，真有点饿了啊。春节还回来过不？有了安排，早点告诉我们。你妈还是想你回来过。头一句呢，是希望您老老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演戏。这个不用说了。第二句。第二句是呢，希望您呢，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演，想必妈走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这么下去对妈走日呢不利，对您的自个儿更不利。第三句，第三句是呢，你那都记住了吗？我是我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刚想给你打电话呢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姑娘给我打电话了。你是不是动我茅台了？谁动你茅台了？压根儿不知道你茅台在哪。这什么？不知道，赶紧拿收拾东西去。我里面的酒呢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！我喝了，怎么着吧？我更没跟你说过，这酒你不能喝。谁能喝呀？我对你那么好，喝你一瓶酒怎么了？一瓶酒我都比不上啊！这是我买给我爸过年回家喝的。是，我知道您那是好酒，我们这种人啊，特别稀罕。你爸那种土鳖更稀罕。你他妈侮辱谁呢？你可以侮辱我，不是侮辱我家人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把我当什么，我就把你当什么。你去哪儿？你给我把话说清楚。还说什么呀？啊？你怎么对我？我怎么对你？
啊，杰哥，那批货我给你送回来了。再过两天，我想回老家了。华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场子都给你定好了。啊，不着急，透口气儿。哎，有水。没事儿。阿伟啊，你觉得哥对你咋样？华哥对我很照顾。每次来澳门都找我订场子，赢了钱还给我小费。您是我贵人呀。是吧？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哎，每次你在的时候吧，我就准能赢钱。这说明什么问题啊？说明你也是我的贵人呀。哎，你忘了。谢谢华哥夸奖。甭客气啊，甭客气。今儿早上啊，又输了。昨儿赢那200多万。就是个零头啊！我分析了一下原因啊，还是因为你没在。你借我点钱呗，咱俩一块儿翻个盘，然后赢了你一半我一半，多好。华哥，不是我不愿意借你，我实在也没有钱，钱都寄回家了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是挺喜欢你的。可是你昨天怎么不收我那10万块钱呀？你要是把我那10万块钱收来，我今儿就有钱翻盘了。我
我今晚差案先講啦，你而家好有可能會被遣返。唔係啊 ，Sir， 你聽我講啊，我只係同佢做埋一間，我唔知佢係咪訓班啲㗎。喂，拎個電話過嚟啊！過嚟啊！喂，聽唔聽到啊？拎個電話過嚟啊！ 老头子，女儿啷个不接电话呀？她得不得出啥子事哦？不会出啥子事，那个女儿说了，她说今年春节一定回来过。你放心吧。